感谢你选择直接选择性镭射小梁成形术 DSLT 疗法。我们希望你了解即将进行的治疗，并确保你的所有相关问题都得到答复。下面是你在青光眼治疗期间可预期会发生的情况。在排定动手术前大约一小时和几分钟前，我们会帮你们可降低眼压的眼药水，然后协助你在 Eagle 装置前摆出舒适自在的体位。整个手术期间，你的头部需要保持在下巴托内，此时你务必在手术期间保持静止和安静。在你前方的面板上会出现一个红点，将你的目光始终集中于这个点上。请放心，我们的眼动仪会追踪你的自然眼动，治疗可在几秒钟内完成。治疗后，你接受治疗的眼睛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不适感，通常这种不适感会在一小时内消失，你应该可以立即恢复正常生活。感谢你选择 Belkin Vision 的 DSLT 青光眼镭射疗法，我们专注于拯救视力和提高生活品质。